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des。这个爆裂连锁战，终于结束了。然后这一次连锁战的奖励应该大部分已经收到了啦。它是从15号到22号之间会按照顺序来分发。不过大部分我相信应该都收到了，我当下已经马上就有拿到了。这一次的连锁战真的是完全不行，打到最后只把这个 rank 保持在 5% 这个伤害，真的是很难啊。然后最后的成绩是8420万，然后这一个是大概是最后一天的早上随便乱选的时候打出来的伤害，这种哦每次都是这样的，随便。这一次应该说这一次的连锁战，当你随便乱选的时候，就突然间就破纪录了，很认真在那边挑啊，挑了老半天，结果打出来的伤害惨不忍睹，完全无法理解嘛。不过至少是有让我的排名保持着还不错。5% 的排名的话，结束之印有4000个，然后特殊贴纸一张，然后老街王5个，以及 Mr. Sadan Diamond 一个，然后潜在能力就各属性都有。哇，要上到 3% 需要9000万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这个任务最后还是冲不上9000万啊，少了4颗龙石，太可惜了。来领一下哦，这一次总共来说到底有多少啊？4682。还有很多没有领到，存了太多了。这个，还有，哇，这边还1000多个，还有，怎么那么多啊？OK 啊，全部领到干了，将近300个这个礼物箱基本上没领，平时都不再领。自从习惯一次过领出来很多龙石之后，就喜欢把它存着，然后一次过提起上来的时候，有很多就很爽。那么这一次总共有8428个结束之印，将打底有一个80连抽了，就抽个80抽好了。这次的连锁战打得特别烂啊，那么希望在抽这个秘密宝箱的时候，这技能力能给一些好东西。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了啦，连续攻击跟彗星，当然还有银色的银技能珠，也是希望能出一些比较好的，因为它也是有到 level 5，不过主要还是希望这两个有啦。像银鼠的话，比较好的点就是在于，只要等级技能等级念到 level 10就可以安装各属性的这个 level 5的连续攻击或者是彗星一级的技能一，有抽到当然是最好。先来一个十抽试试水，哈哈，有80连 ，OK nice， 这一次还不错，第一抽就出了 level 4的彗星一级。漂亮，那么这个这样的话就可以再来多一次，哈哈，还不错。OK， 有 level 5，但是就是属性防御稍微可惜了一点。这个是攻击，这是指攻击罢了。我还是习惯五抽会比较好，平时五抽，之前的话好像是五抽会比较会出货。说完这种话之后，打底有这个 level 5的这个攻击力增加500点也算不错。隶属的回避竟然出来了一个 level 5，也太高了吧。不过我的技术跟隶属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银技能组啊。四属又出多一个了，漂亮。这个抽技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快啊，抽一抽就没了，然后东西也未必是会很好。开头是不错了，可是
OK， level 4的连击也算不错，也算不错，可以可以。然后 level 5这个是属性攻击啊，就，属性攻击稍微有点可惜啊，只有在打克数的时候好像才会比较有利。又是回避，回避的话大概我觉得给辅助比较缺乏防御的辅助角色用吧。哇，这个还不错，最高级的了，同属性最高级的 level 2。可是宿属这个银族就 level 2就稍微可惜，一般都不太想拿出来用。接着的话就 OK， 普普通通。哇，当做洗一下抽卡抽太好的感觉好了。可是这个出来这次的技能组好像都不错哎，不错不错。不知道下一轮的那一个卡机的限定卡会出谁？完全，因为目前就是普遍结束了嘛，也还没有一个定式，也不知道下一轮会出到什么角色。因为去年的11月是出了那一只隶属的库拉，然后前年的11月是出了那一只，黑悟空。感觉不到他们的关联性啊。OK， 最后的五抽。会不会出一个剧场版的那个普杰克限定？好像也是不错。可是下个月又好像是会有那个 Dragon Ball Heroes 龙族英雄的九周年还是多少周年的纪念，也可能会跟他做合作。最后的五抽漂亮啊，宿属的 Level 5彗星。OK OK， 这一轮的还抽得不错。然后这个 Spacious Digger 现在有18张，暂时也没什么去用。有使用的都是比较喜欢的角色，像这只悟空就给他用了，超帅的。然后变身，哇，太帅了！悟空帅归帅，可是我觉得这一只北极大的特效会更加的亮眼，尤其是它旁边有那种电光的感觉，非常的棒。OK， 这个有那种 power 再加进的感觉，很 nice。就这两张啊，这两张真的是很喜欢的卡。OK， 好，这一次的这个技能珠也抽了80连，成绩也还不错啦。不过这些技能珠目前还是很省着用，不太确定想要把它放在什么角色身上，每次都在很犹豫啊。像这一只悟空。已经是可以点最后一个金玉了，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底要给他什么。我想要给他这个 level 5的彗星一击，又想要给他这个连击哦，因为毕竟他变身过后吃够六颗珠，有全属性效果八群，可是问题就是六颗珠不是那么的好吃。然后想说给他这一个好像也不错，有攻击加成，然后又有彗星 level 3， 这边彗星一击有去到14点，感觉也不错。目前真的是还在迷惘中，就算是可以开到两路，有时想要点这个技能力也是不知道该怎么点的好。好，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马达呢。